啊，儿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我刚好路过。哎，我媳妇呢？啊，她在里面休息呢。啊。老婆。老婆，你不是在休息吗？老公，我哪能一直睡啊？总要活动活动的。哦，我还以为你在洗衣服呢。哪能让他洗衣服呀？以后啊，有什么家务啊，都交给妈做。嗯，知道了。有我在，你就放心吧。来，老婆。来，慢点。哎，老公，你吃饭没？哦，我吃过了。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刚好路过，就回来看看你们。回来也不打声招呼。马上就走吗？我最多待半个小时。窗外满地片片荷兰花。还有一个月，一瞬间一个月过后，我就回来看你。老婆，我给你倒杯水去。我在棉被里。吃饭了吗？这都几点了，哪有不吃饭的？老婆，这个时候是准备睡觉的，来，赶紧吃。老婆，我要走了。妈，我要走了，来不及了。这就走啊？啊，走了。老公，你老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我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我应该早知道，都是我不好。你没走啊？妈，这就是你给你怀了半个月的儿媳妇吃的饭吗？那我怀你的时候不是也吃的这吗？那能一样吗？她现在拖了这么重的身体，你还让她洗衣服？你懂什么？活动活得好，生得快。那我带回来草莓呢？我带回来草莓呢？人家的儿媳妇都是捧在手心上，爱都来不及。你是怎么对待你儿媳妇的？你怎么这么忍心呢？她善良，好媳妇是吗？让我怎么说你好啊？妈，我是在帮你处理微信，不然在家里怎么做男人？我现在还算个男人吗？我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好，我还是个男人吗？老公，你别帮忙说话好吗？她是我老婆，也是你儿媳妇，是我孩子以后的妈，你怎么就这么忍心